现在我已经在这个青州站下了火车，它的人呢非常少。我们现在开始出站，现在我们开始出站，在前面呢走出车站，它这里人好少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杜，我现在是在山东潍坊的青州，我背后呢就是青州车站，这里呢就是青州站。我现在已经在这里出了站台，是在它面前的一个广场这里。啊，现在是早上不到6点钟，还有点凉。哇，它这里好安静啊。大家刚才呢已经看到了，我在刚才上下火车的时候呢几乎是没有人，我那一个车厢呢就我一个下的，整个的出站口我看了不到10个人。上火车呢我没注意，但是这里非常的安静啊，这是我最近很长时间了，最近几个月我感觉是我去过最安静的一个车站，哇，挺安静的这里。大家出来一定要带点衣服，现在我一早一晚的，现在感觉有些凉。现在我所带的都是一些短袖，过几天呢，我要准备一些外套和长袖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到了我们这个青州，青州呢是个好地方，大家应该了解，这是一个古城啊，它这里也会有很多好玩的地方。虽然它只是一个县级市，但是我会在这几天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城市。现在我们就是在它这个车站面前的一个广场，它这里呢有一个大屏幕。它的出站口呢也是有这个出租车的，这是他面前一个广场。我现在看到一个来乘车的，拿着箱子。当时在古时呢，划分了天下九州，这青州呢就是其中之一。我是坐了一路火车从威海坐到这个青州，现在在火车上一夜，我感觉这个脸上特别油腻啊，我要找个地方洗一下脸，然后看看有没有吃早点的地方。刚才呢问了一个大爷，他给我指了一条吃早点的路。现在我们开始去吃点东西，然后开启我们的青州之旅。那这个视频先这样。